修行人啊，无体会这个苦吼，会认真修行。嗯。啊，我过了足快乐个啊，我足幸福，我还想要来修行呢。有感觉世间苦难处，哦，阿弟，啊，真够苦个对个。阿弥陀佛，坦然都没有到苦个啊，苦你对。海陀坦。苦你心，心也未苦，未苦个咧。辛苦难过吧？你，心难过，干嘛搞？就是心里就苦嘛，干嘛苦？对不对？心里苦，啊，世间的苦是用咱这条心办的，这点这事啊，这个贪的这名利，对不对？贪的，办的了呀，苦楚，嗯，往往安尼心，啊，可以贪这嘛，那你准备干什么？哼哼。一定他们也是他们他们他们是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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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真没教他干的，哦，干的，啊，那是，是啊，修炼，对不对？修炼的功夫嘞，得讲哦，勤修戒定慧啦，戒定慧，心变他心起，阿弥陀佛，修改，勤修戒定，假才的，那是修改哦。阿哥，我改修改啥？嗯，他慢慢一点改。太贪心，有一天，太习惯这，然后改掉，哎，有些先修改，再开始改个正，两个正啊，把那个人来讲，哎，把这种修改的进行，阿弟呢，第二条，第三条呢，找借口，找理由，原谅家己，阿什么用呢？一旦你呢，第二条，你去做不好的，我做掉的。甚至你讲福啊，迄个地位就很重，是安尼。啊，咱若无地，要迄个地位无啥简单。哦，所以戒定慧是也是一体的吼。我讲到这，啊，来第二种爱挂数吼，叫做人生，人生在世，一年又一年啦。这样一天一天咧过，时间过了紧无？哦。我当年来到地球星，参加第一届学界的赢队，民国83。就一年二月的，已经经过手术单啦。啊，疼痛。较早好，叫做少年家，然后叫好少年家啦。即摆到叫好少年家，嗯，无叫你老爷爷就袂歹，对不对吼？岁月催人老，对不对？而且呢，咱讲叫岁月催人，不知不觉就老了。安尼回想这30年来，心烦恼在有做偌济？有当时安尼想想吼，较有家己的答案，毋是叫你过去啥物事想啦。迄想目的是变哪，互咱了解、把握每一天。哦，过去无够把握，互咱一种欢喜，爱开始珍惜。把握珍贵的每一天，哦，所以爱把握辛苦的每一天。真侪人拢会抱怨讲无时间啦，其实会当呐，忙里偷闲，忙内偷闲，忙里偷闲变阿偷。但是讲做无用，做无用，我讲拢反价反对，对不对？不过咱反价就是讲咱赚足侪钱的。是得到最好的名利，迄个我着超生了心，脱离了落去，拢袂了拢知吼。世间人足侪拢不知啦，我着不理你遐讲话吼。时间是我摕去牵伊啊，迄人我要来好来去。我若要什么超生了心，脱离了落去，我大声都袂歹。我着日子世间过得快活快乐，工作人拢还袂去体会着无常。有只要你若体会到无常的痛苦吼，你就知影讲，也是超生了死，脱离轮回较好啦，是不是呢？而且朋友我30几岁就赚足侪钱啦，差不多赚钱过啊，你股票呢吼，啊，我每次我袂赚钱的，万外点的时阵，伊就赚足侪钱啊。不过伊讲想讲金融风暴，伊嘛不想。这个朋友比我少几啊个十几岁，金融风暴来了，伊短短两冬，伊财产规堆烧去了，到尾啊呐走路啦，伊都家己人做一个股票吼，啊拢拢一直等啊，到尾了无钱啊，厝拢卖了，了搁还袂到，就爱走路。迄个是伊遐在讲，迄钱在干便宜，是伊遐在去商业无休。人你来讲的时阵，恁了的时阵，你是股票，加了我开挂时间下啦，四万多，用变变我较平的吼，嘿，较平，这个啦，无机会输啊，按照我，对不对？所以咱，你咱即摆个理想是那个明白啥？按忙里偷闲，你按忙里偷闲，一个太太，一个主播，边啊挂一台功德力。好贵，知名主菜、切菜、剁菜的，就听到你啊！
有机会你来去也要拍回去，你才能拍回去，点点回去，点回去，点。我安尼有精神无？哦，能干，你真好，真好，干来干来，夸夸奖。哦。相信咱拢幻想，想要跳脱出这苦海里面，哦，烦恼消失不掉，你这是什么新鲜？啊，这我拢知影，苦海里面咱要过一条路。啊，你脱离苦海，爱靠真理的引导。咱来慢慢来听真理。哎，无咱是做侪拢错，有做侪在拢后天做人心了个恶人，对不对？哦，你们讲，你啥拢知吗？啊，就拢明明就知啊！啊，不过啊，不是诸心万法苦衷吗？人心万法吗？是啊，是有天我就想得出办法啦。事实就是咱家己就是想得出办法啦。啊，干嘛恶？哎，诸心人万一恶，诸心就一定知；诸心人恶吼，也是拢不知。所以咱来菩萨用真理，用真理来体会咱的地狱的万难苦，上面。爱靠真理，一定能够一直一直一条路通起来来到一天。我相信啊，这直接我所讲，按我讲，咱要做活神仙，活神仙安尼讲是。捌行过白鹤王村，很济过，不要紧，你拢想的对不对？哦，然后一天真正心境足自在，那是安尼好哦。好，啊，咱为虾米会让死？所以虽然这个世界是苦是悲哀，咱是为道的牵引，咱愈来愈坚强。道理愈听，咱也愈来愈知影，咱也执着迄念头放下，对不对？慢慢回归咱的朴素，进入咱的真相。朴素是何讲？心思愈来愈清，愈来愈单纯，愈来愈好，愈简单。这叫做朴素，朴素。当咱若朴素了。归真嘛，对不对？返璞归真，了来就看到真的面，就是真章，就是咱本来的面目。当然，讲咱本来面目嘞，咱的宿命就是安那，咱这生要以德为家，要来效法菩萨，主业心。咱的宿命就是要来讲道、普渡嘛，要来学做救世的天使。有些事呢，哦，这就是咱。要做那个好法门，那咱们厉害的就来，咱能够过这个关啊，肯定。但师父跟咱这个是讲，我这师父做的有道理哦。你跟老师教导三者普渡三地佛教的康会，要做来拍的，好道理。这只是那康会干么？小小一根螺丝钉都可以。咱能够过这个关，对不对？老师什么东西你听了，那么这个关做干嘛？要让咱来历练心灵，咱不是来发愿的，咱是来跟做的吼。只是为了咱就是安尼尔吼，起码要个唤醒、个叫醒，你有这个愿，发过这个愿，对迄个愿发起的时候，老师是不是足感动的，足给咱赞叹的？所以咱要按着既然动作发起的愿，好不？好，阿七把咱个记忆跟你和解。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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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心中的两个催眠
就叫你爱客人跟你走啊，那去讲何怎么好，何不好啊？当然去走啊，走不行啊，咱来做回原来我真正当是阮是菩萨，是有信的，对不对？咱若要走，咱就当是，啊，若去讲我不要走，咱搁继续。要靠山，靠人家去做。师父阿妈听讲，哎呀，师父啊，无来做吼，拢是讲无效哦。所以讲做钱，那你做多多过程内底爱去做，你做个一定拢会成功就顺利啦。诶，有足侪不顺利的，啊，咱拢怪东怪西，怨天尤人啦。其实安尼个叫，啊，怨天自己。人若要放下的时候，要圆满，咱是德行不足。做代志也要圆满，咱来圆满的是咱的智慧不足。要做代志，资源物件无够，爱圆满是咱的福报不足。啊，德行也不足，要怎办？啊，去培培咱的德行，对不对？啊，智慧也不足，啊，去学习，对不对？啊！那福报不足，啊去布施，这道理呢，经验嘛才得了。所以底下来讲呢，我是无去培养咱涵养咱德行，是咪定定无去好好学习，是定定唔当布施，定定去反观咱去做，哎，自然人就福啦，事就圆满，哦，物件就丰足。好，最后从咱听到真理，爱尽咱的心。到底天金能够两金不如啊同金啊哪里啊不如去了解一下啊同金不如天金啊天金就是一金一金整个意思就是天金啊当然了现在那个天金那你能换一求万心安主张啊所以两金天金都不如天金那个是一直爱看咱家的事情我时间，咱也是相相拍拍，欢迎你。